就是量子记忆的，没有，它其实就是它的面积是靠手指记忆的，它有时候没带脑子，对，然后手指记住了，它就惯性过去了。没带脑子，就这样。数学也是今天的数学，就给我来了个二点几等于三。对呀，我刚才还以为我记错了，我看你平常妈妈还蛮，我说这一吼娃一个个都成神经了，一个都看得像，一个都看得挺优雅的，我都还是闭嘴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在家偷偷骂，出来呀，我们还要自己要一点那个，为了娃一个个都成那个，都是人死啊。姜文汉，然后你们上一次的作业是什么？你跑去游轮了，对吧？啊，好不好玩？可是不是玩那个什么攀岩，还有排队呀、啊？那个 climbing， 那个 climb 那个，那个 rock。我没有，你不敢。你敢吗？你敢吗？爬那个，我觉得你应该敢。我觉得你应该不敢。OK。你不是要小凳子啊？你们家谁敢？大姐敢，小姐也敢，小姐也敢，只有我不敢。那为什么你不敢呢？你爬矮一点，你别爬那么高。这是啥？这是什么东西？你自己编的曲子？什么曲子？就这样。你自己弹的是吧？那是哪来的？哪里？他说啥？That's nothing. Nothing?、Yeah. 那不就是你自己 improvise 吗？这很好呀，自己可以在钢琴上随便搞两下，不就是出来一段音乐吗？这就要作曲家怎么写音乐，不就是这样吗？好，上次我们听了一下 Donkey， 然后我们还有 B section。莫扎特，你们现在怎么样？得了吗？有没有在家里？有的。练习。好，还是新的。分手还是合手？跟得上？合手也能跟上？好，来，我们来试试看。可是后面我就是只能单手。阿弟，输自己拿。输你，那就输你。哎，你们谁有那个299？啊？299是吗？289有没有？89。Chinese 89。Chinese。你有对不对？你也有是吧？我也有。下一节课带来啊，89。我找不到。找不到，让你妈再去买一个。我一定会找到。我妈已经把那个我在那边已经把那个圆圆的那个七六级的那个圆圆那个东西拿出去了，已经从房间拿出来了。是我妈给我的。I found it. Oh, I think it's this one.啊，我又写下来啊，看你们记不记得89，来吧。起来，一打打，二打打，上次给的速度多快？谢谢。1 2 3 4 5 6 7 8 9 10
接下来
要把那个后面一段要合上。那为什么那个他们那边时候会从等？他加了一些东西，对不对？那你不管，你先按你这个谱弹。好，那么第二步哈，现在假如你都合上了，现在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你知道他们这次比赛，还有考级，他们是怎么评分的吗？就上次我讲 Master Class 里面 Five Stars 的呢。好，他们其实写的就更简单，比方说 Accuracy 20分，一共100分啊，100分。Accuracy 是什么东西？对，就是不能错音啊，不能溜指，这就20啊。那么你们现在是把20分要先做好，别错音，谱子合上。第二 ，tempo 是什么 ？speed， 就是你这个曲子是这个速度，对吧？70。但是你有时候快，有时候慢，这就要扣很多分。所以就是我为什么刚才一直在帮你们唱，就是让你们 keep。但是其实你们有很多地方节奏还是没有合上，是不是？你能感觉到吗？我在唱的时候，你们有地方节奏那个 dot 零灯跟左手，或者是3/4啊，还有那个 trio 的地方，有些地方节奏还是不稳。这个20分你们拿不到，你们只能拿13分。13分是什么分数？13分就是不及格，14分才及格。OK？ 好。第三个20分，一共要5个20分啊，就是 dynamics， 就是我们说的 shaping。那你们现在啥也没有，因为没看谱，也没有好好唱。第四个，因为它有一条 soft 的，你也弹到了。loud 也是 loud， 反正就是听不到到底哪里是哪里轻哪里重。好，这几个了，我说才两个，你说了三个了。好，第四个 articulation， 什么 articulation？ 那你这首歌呢 ？mostly 是什么 ？mostly 是哪个？但是它有很多 shorts， 我在讲这个，比方说，像这种地方啊，它，再两个，再4个，所以它是有语气，它不是。No， 它是 ti so so mi mi do so ti o ti la， 所以它这些都属于 articulation， 只不过这首曲子它不像 donkey 那种，它从头到尾是 staccato， 也有 legato， 还有。你们上次弹的索拿塔，看那首 First Movement， 你们这次第几个？对，所以第一个是欢快的，一个是什么？合唱，开心。对，这首是属于 First Movement， 非常 lively 的感觉。而这一段呢是唱歌的感觉啊，所以它挺好。好，那这一周你们回去要练什么？看谱啊，我看谁看仔细。比方说一开始 dynamic 是什么？我不看。你还很自豪啊？你不看谱，你弹啥？都靠模仿别人。曲子长了记不住了。记不住啊？一开始弹的那个什么 ？Soft。Thank you.
勾出来呀，我帮他勾，你自己勾呀。P No， 还差一个，还没看到。Ding。Yes， 这个你没看到是吧？那你就把它画成这样，他写这样你看不到，这样实际上是要渐弱。这个顶圆的吧，顶圆的就是整个这个曲轴是渐弱的。咦，刚才每次都是。吓死我了，真的。啊，然后第二段又是重弱，看见吧。其实这个是不用，你也可以画出来。对，所以先把它画出来再来练，可以吗？这一招回去，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咪哆。它指什么东西啊？是咪哆。这个咪哆要变成这个。啊，很好，还不错嘛。啊，你读的蛮仔细哈。OK， 你知道在说什么吗？对，就这个跟这个弹一样节的。C 咪呢？它不用再写了。所以我写一下啊，这就回去把 dynamic sign circle 出来。太小了，关键是音谱子上东西又多。拿 color 的笔啊，不要拿黑色的，拿黑色根本看不见。拿黑色的，我会拿深蓝色的。不行，你要拿越亮的越好，最好是那种有 shiny 的那种 color 更好。拿白色的。他们有的是拿这种 circle 是吧？我写这个是很 shiny 的。好像都没有了。I have a green pen, a dark green pen. Can I just? 因为我的以前那种，嗯。I have my sister has a light. Oh, I have those. 反正你有对吧？反正你有对吧？我用白色的笔。这个是用什么？没有。看到自己了，你原来自己是鬼吗？啊，你看到自己那样叫的，啊 ，circle 啊，dynamics and articulation sign， 哎，然后你要练一练那个感觉 ，OK， 然后我们现在来试一下你们的，嗯。Donkey， 哎，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练了三首了？鬼才吗？也，也。还有哪一首 ？Cradle Song， 对对对，三首。看你们的左手，这种左手啊，它是不是一种重复的 pattern 呀？是吗？是吗？这是重复的 pattern， yes， 重复的 pattern 就说明它是什么？它叫 ostinato， ostinato 听得懂吗？ ostinato 的意思就是说不变的东西，一直循环。
啥也讲不出来。好，那你呢？讲完了我再讲。那你听啊，他有慢一点。我有很多问题。那你为什么听不出他的问题？你觉得他该有什么问题？哇，好吧，你看这样，他肯定会讲你一堆的问题。来，快点，不用谈太快啊，关键是要谈谈好。叫 Mi sharp 啊，我
给你看，在这首曲子里面，这个音叫咪下，你弹错了，因为这个音肯定不是咪下，这叫咪。你唱给他听，这叫咪。这个 scale 里。对呀、啊，但是这些全部叫 sharp， 我们不要唱 sharp， 但它全是 sharp。之后，因为右手很忙，你这个左手就陷到细泥巴里面去了。肯定算长的啊。
是这张单哪个阿童？你做的不是啥阿童，所以要做那个后面。
你知道数了多长时间吗？数了十分钟，在这儿就不停的数一二三四，对不上。对，你要数十分钟吗？这个没那么难的。
加上，因为左手很简单，你必须加左手三个数来。预备，走，一、二、三、四。因为这个左手要忙去拿这个了。
知道。错。一生怎么数？一生又数。No。一右一左。一生。这个是右手。Yes。这个是右手，这是右手，这是右手。No。嗯。这是右，这是左。Yeah。 右左右左右左。两个位。哎，答。第一组。Low pitch。
phase， 它只会跟八十二度，它怎么会跟八十二度呢？对呀、啊，那不就是哆来发吗？哎，那是左手弹的。Yes， 好了，自己去数拍子啊。除了吧，你除了你们现在除了音读的比较快，你这么看，但是节奏啊要数的，包括那个第二段，其实第二段比较难合的是节奏，还有很多的咚咚咚哒，其实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有的是三进，有的是四进，真的会有点难。大部分是三的手机，好吧？哦，还有几个扣，我们来读一下。Bass clap 这里，嗯，来你读了，你肯定读了。可以的啊，今天已经都教完了，这些音该难的都告诉你们了，回去赶紧练。Donkey， 我们这样的啊，我们后面的计划是这样，我跟你讲一下，这三首 exam piece 你们必须要录下来，三首连着录下来，如果能拿到我们说的 five star， 我们就学八级。就是这三首曲子不错了，我们就八级。那其他的不是考级的曲子，我们照样练啊。包括那个莫扎特 concerto， 听到了吗？听到了。还有那个什么，我们除了不是考级的曲子有哪些？啊，老公，我都不练了，我也不练。因为你们练的太恐怖了，我听那个声音，像这杀鸡，你不是母鸡要下蛋了，是被鸡要被杀了。鸡呀、啊，谁还在唱？尖叫 scream 什么都有，这个简直是我的。哎，这个来了，这个我慢慢学，这个好几个，一共十二个变奏是吧？莫扎，还有什么？莫扎 concerto， 还有什么 ？Sonata first movement， 你看里面有一首 Sonata 的 first movement， 还有一首 concerto。就是要唱歌的感觉，然后在这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donkey 要合上，然后把那个左手那个 staccato chords， 这里有很多 staccato chords、哦、哎，你们这收书了，我又说下课了吗？但是现在是录不了的啊，我们现在你们弹这个样子还不可以吗？把这三首要练好，所以前面那个 A 去该复习的要复习。Donkey 的话，你们今天要回去合手啊。耶，我一合手了。Donkey B section， 你合完手，你就好好数拍子，然后把错音改了。
以前不是有很多读错了吗 ？B section play together。我想去上厕所了。你去吧。然后下一次我要听你们的庞妮妮啊，第四、第五就一直卡在那儿了。是你累还是我累啊？我累，你俩都累啊。你的手机别了。你俩都累。